欢迎你们来到一个专为学生提供创新生活体验的居所，这里是位于 Thoreau Clifton 街的43号。这里的学生公寓已成为一个更加独立、舒适、高效的居住环境，你所有的日常生活需要都在步行的距离之内，而且公车路线能载你到尼亚加拉学院或布鲁克大学。Scourge Living 是座独立的楼房，共有3层，每层共有4个房间，每层都有一个共用的厨房、洗衣房和一个宽敞的客厅。每个客厅配有平面电视、DVD 播放机、沙发、茶几。每个房间我们还为您提供床、床垫、冰箱、桌子、椅子、床头柜和衣柜。你与你的室友交往的同时，还可以享受自己的私人空间。每个房间宽敞、干净，并有自己的私人浴室。所有的水电公用设施、有线电视和上网服务都包括在租金里。此外，在暑假期间，学生们还能享受舒适的空调。在 Scourge Living， 我们提供优质建筑的同时，还为每个学生建造独立的生活方式，有自由安排的灵活性。你可以在一年的当中自由地转换房间，甚至转到我们在另一个地点的学生宿舍。Scourge 学生公寓的地点非常方便你购买需要的一切。Richmond 便利店、7-Eleven 小卖部都在步行的距离内。受欢迎的餐厅包括 Moose and Goose， 还有 Overtime 酒吧。Ormond 商场、派商场和 Front Street 商场只位于几步之遥。那里有很多商店、理发店和美容发廊等服务。通过公车路线，你可以很方便地去到 Penn Center、Richmond 商场和 Fairmont Mall 商业中心。Thoreau 的 Welland 运河是一个奇妙的旅游景点，在那里你可以看到船爬上山。此外 ，Beaver Dam's Battleford 公园或者 Melsworth Gibson 湖保护区都有非常好的自行车道或步行道，为您提供大自然的享受。Peace 医疗诊所、药房、验眼师、牙医、教堂和礼拜场所都离这座公寓不远，无论用步行或自行车，你都能去到你想去的地方。在一个合住的公寓宿舍里享受独立和优质的生活， Scourge Living 愿为您提供最佳租房服务和健康的生活环境。